粽子，你就是人来疯。走，去玩了，开心死了。去外面逛一逛，顺便带着两只狗子。今天好多小伙伴陪你玩，过来过来。过来，这边，你不睡觉，你爬出来干嘛？你也想去玩呐？咱们准备吃野鸡。你鼻子怎么破了呀？你鼻子怎么搞的？哪里有？这里。这里。啊？怎么破了？你打架了？你在学校打架了？不是，我抓呀。你抓羊自己抓的，你太猛了吧！妈咪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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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给一个的吧，游击吧，他还是离得远一点。对了，真棒。叶斌，上一个吧。这么好的地方不要浪费了。在尿尿，不是拉屎。漂亮。好久没带他来湖边玩耍了。打水漂捡这种比较平的，东东捡比较平的。打个给你看哈，七八个。哎，东东，开始打水漂，一二三。哦，你打了一个哎，还不错。再捡一个石头就可以再打第二个。你刚刚打一个，现在你想打两个，怎么？你用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两个叠一起啊？好，好，来吧，来吧，说不定能打四个。加油，你发挥很稳定。这样拿，然后这里有个食指，这个指头就扔的时候拨一下，让它转，让它这样转。试一下。我不会。你不会啊？算了算了，等你大一点再教你吧。妈咪。妈咪在这里，好开心了他。哎呀，飞得好低，这一次他们，这都是大雁，不是天鹅。他们准备落水了，开始队形乱了，落到我们村旁边那个地方去了。这可以打怪兽，如果说万一有动物跑出来。哦，还有一头牛。这个不是天鹅，是大雁。妈咪过去了，巧了。妈咪，粽子，他跟粽子好像对上暗号了。我点这个没关系吧？哎呦，糯米想就追大雁了，但也就是玩一玩，不可能追得到。还兵分两路哎，糯米看我没过去，他还想回来。糯米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糯米，过来，过来，这里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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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。对。糯米，哎呀，你不累呀、啊？一直跑。好累，不加的。把糯米吓跑了。糯米好怕小孩子。这可能是我见过最坚强的苍耳小树，这么小，还结了三颗种子。这里有一棵楝树，这是它的种子，长得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枣。这个是有毒的，千万不要吃，很苦。要不在这里让它结个种子吧，看你们造化。躺下，我还以为你走掉了，一直找你。你不会去咬鸡啊？我今天真的是很信任你了，彻底放飞你了。
这个粽子带着糯米一直在草丛里面，不知道在追什么。追什么呀？你们追到了吗？啊？糯米，糯米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又到了这个一望无际的湖边，这个大冬天还有螺丝，好小，到夏天才能长大吧？它肯定没去过深处吧？走你，湖边好玩吧？怎么样，湖边？你想下去游泳吧？下去，你看一下最远处，你看得清楚什么东西吧？好像有房子。有房子啊？嗯。你说远处房子里面有人不？你看有人。粽子，你就是偶尔来我身边一下，这次带糯米过来了。哎呀，都累成这个狗样子了，还要跑。粽子一直带着糯米到处跑，啊，原来带糯米喝水去了。月饼下来，你怎么爬那么高啊？下来，月饼。不会好好走路啊，有路要爬墙。又碰到了小花，小花。好久不见，小花有点怕我了，上次赶了她一次，天天来我家偷吃的。我大伯说她白米饭都能吃一碗。小花，过来过来，对对了，该跟对我了。我家的狗一天玩都不想回家了，它想去前面找那只黑色的公狗。这个糯米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，过来过来，回去了，差不多了。今天就这样哈，走，我们回去。走，这两个家伙玩累了，回家了。但还是好怕我那个外甥，最怕小孩子。今天表现不错，在外面一直在我们旁边，在一里范围之内吧，方圆一里，没有离开过。